12月15日，因为出演韩版《流星花园》具俊表一角而走红的李敏镐，在泰达体育馆举办粉丝会，同大家见面，一解台湾粉丝的相思之苦。一出场，李敏镐就献唱招牌歌曲《My Everything》，深情款款的模样，再搭上歌词 "You are my everything"， 立刻让全场歌迷陷入疯狂。和台下的粉丝隔空爱的抱抱，并故作用尽全力拥抱的模样，可爱招数摆出，让全场粉丝更用力尖叫。见面会上，李敏镐也回答五位幸运粉丝的提问。被问到喜欢的女生类型时，他嘴甜的回答各类型都喜欢，并称如果粉丝刚好符合他心中理想情人的条件，他一定不会手软，必定会勇敢的追求。他首先呢，他喜欢就是感觉像朋友一样的女孩子，就相处起来很自在，然后也不会太多的不自在这样。然后他虽然也喜欢就是体格比较大的女生，可是他也喜欢比较娇小型的，然后又可爱又性感又开朗又活泼。如果说有他刚好是他很喜欢的类型的话呢，他会非常积极的追求。